天收到了黑老师送的新耀白礼盒，里面除了有新耀白牙膏外，还送了一个拼图哦。听说拼齐三款拼图就能拿到火星人的定制抱枕，你们都厉害到出周边了，我肯定也要争取拿到第一个。演唱会门票是抢不过你们了，但这一次应该可以比你们快了吧。